我们火星人试验三小球分站赛，现在最后冠军决战即将要开始了。由我们的这个画面，就是由我们的这个蓝蓝冰旋风要对上 OEO MY。对，那这个刚刚这个 OEO MY 是这个一路小组第一挺进，就是到目前为止一场都没有输过，来自这个台大生工系跟这个法律系的组合。然后这个就是蓝蓝冰旋风是台大物理系的劲旅。对，那现在他们在直骰，对，哇，这个台大物理系先骰了一个一点，对，那这个 OUMI 轻松骰，哎、欸，四点取胜，好、哦，这个果然是小组第一出现的，这就是很明显，两边的这个出发点不同，这个蓝蓝冰旋风是这个从这个就是败部往上爬的这种感觉，就是那种屌丝逆袭的剧本，就是。然后这个 OUMI 是一路这个右翼精英，一路挺进，对，就是从来都没输，对，这个一路都是碾压对手。对，蓝冰旋风在第一局就是，就打到那个抢七，一堆 deuce 嘛，然后对啊，各种 deuce， 对，然后5-7啊，输给了这个我说的都对，对。哇，现在是由蓝冰旋风先发，先发哦，开始。熊阳硕，哇，一上来又失分，对，果然这个很符合这个台大物理亚军传统。对，熊阳硕就是早上的时候表现的就非常犀利了，他的 highlight 都集中在早上。但其实他这个，他们都是有这种就先落后再逆转的这种特色了、哦，就是他们韧性很好，对，很多场都是跟对手缠斗各种 deuce 嘛，然后最后就是。逆转取胜，对他们的那个韧性是很强的。对，哇，现在是对抽，又是对抽，哎呀，对，相持之后取胜，对，这个就是蓝蓝冰旋风的特色，他们的球风就是跟你缠斗，对，就非常的黏，对，就是各种跟你缠斗，对。哇，李彦廷的抽球发生了非受迫性的失误。哇，这边 OEO MY 好像一开局这个状态也没有很稳，对，这个带切的这个就出界了，对，双手反拍，对，高调，哇，这个被抓到了，熊阳硕轻松的、轻巧的扣球，对，风拿下第一局，对他这个球扣的没有很大力吼，但是其实就够了，对，对他们现在也打比较沉稳的路线，对。现在换 OEO MY 的发球局，对，王宏文，看这边王宏文能不能保发，对，羽毛球拍的发球其实还是比较强势的，对，进了，哦，这边熊阳硕切回来，哇，漂亮啊，哎、这一球熊阳硕炫的。这个角度抓的力道拿捏，哇，真的是要调整脚步啊，来不及。冰旋风上来这个气势惊人，这边 OEO MY 哇，想要发一个侧旋的发球，对，这边这个王宏文感觉有一点急于反击，哎，他拿出他拿手的这个下手快发，对，把球打得很深，但是出界了，哇，这边 OEO MY 一上来感觉。有一点乱流啊，遭遇一些乱流，可能打太快了，应该把比赛步调再打慢一点。好，这个网球的对抽，看看这个李彦廷能不能稳住。哎、欸，好、哦，对，果然还是 OUMI 的这个稳蹲，就是这个他们的抽球，对，最稳的网球手，对，这个后场的相持，对。啊，现在比赛进入这个，交给李彦廷。相持阶段，哇，擦网过，哦，还有，再给李彦廷，哇，现在两个网球手的对抽，梁志源这边也是反拍蛮稳的，两边都不太进攻，都不想要截击，哦，熊阳硕截击打乱节奏，哇，连续的截击，交给李彦廷，李彦廷这边也没有失误，哇，这一分很精彩，对，哇，这边一个带切的王宏文。哎，出漂亮出界了！王宏一个带切的侧击，造成了这边梁志源的失误。哇，这一球相持很久，这样哇，这球漂亮，啊、你看这个炫啊，对，对，造成了这个梁志源的失误。对，哇，这边这个也是
这个 OU MAI 也是赶了上来，但现在蓝蓝冰旋风拿到一个破发点，这一分很关键，能不能破发？哇，结果被 ace， 哇， Deuce. 我们看到王宏文真的抗压性也是不错。之前有一盘啊，王宏文是0-40，然后连发三个 ace 救回来，印象很深刻。对，就是王宏文他的这个发球局啊，他是很心理素质是很好的。对，现在冰旋风这个，哎，不是 advantage 吗？对，冰旋风 advantage， 对， advantage， 对，对。哇，王宏这个发得很深，哎、欸，又救回来了，又丢死了。果然这个能够杀到冠军赛的队伍都是很有抗压性的，没有那么容易被击败。哇，这个发到这个，发到边边，哇，这球漂亮，这个真的发得很刁啊，这个几乎发到带旋的，他发到最边角的位置了，那个是我们发球格最远的角落。其实三小球发球这种带旋是很难预测它落点，对啊，它是会一直旋，而且它发的超深的，对，哇，这个很厉害，直接两个 ace 拿下这一局，王宏文，对，这个 OUMI 的来自台大深工的王宏文，漂亮的靠自己的发球扳回一局，现在到了乒乓球发球局，草桶，有台大物理的草桶，乒乓球也是这个比赛的转折关键，因为乒乓球其实很难发，就是。网球手互抽时间，互抽时间，所有人都让开了，差不多要来一个结局了。所有人都让开给网球手互抽。哎呀，这边改变节奏了，这个他是有带旋的，他有进，对他刚那球进了，但是现在节奏有点乱。哇，被这个熊阳寿连续的攻击救回来了。哇，这个太激烈，又是一个带旋的，哇，这球扣得漂亮。这个假动作，哇，这个太精彩了！这一分带旋的，哦，哇，凹了！哇，王宏文的这个穿越球造成了徐王硕的失误啊！这个太厉害了！哇，这个真的是打得精彩，果然是冠军赛的水准。对，真的这个两队都很有实力。嗯，草桶的发球，选择一个抽球发球，哎，哦，直接就造成了李彦廷的失误。哇，这个真的每一分都很关键啊！稍微一个闪神就失误，就送对手分数了。这个我们冠军赛冠军跟这个亚军的奖金就差很多了嘛？对啊，3万跟6000嘛。对，以前有一些比赛哈，他们会勾结说我们就平分奖金，但这一次看起来两队应该没有这个打算，因为他们都觉得这是靠实力可以赢下嘛，就觉得自己实力比较强。对，没有人想要这个，对，对，没有人要平分奖金。哇，这个对桌球发球，对草桶的发球之前就是有时候会比较短，对。那、你看连续的，对连续的发球不进啊，双发失误，对。这个吼，真的，这个是梁志源的抽球，对这个王宏文，王宏文的球都带旋的，他羽毛球都带旋的。王宏文这边造成梁志源的飞受婚姻失误，30-40，现在冰旋风面临被破发的危机啊。草桶的发球，哎、欸，又没进，哇，这个再双误就要送分了，对，哎呀，有没有进了？进了，哇 ，deuce，deuce， 感觉这个挑战，哇，欧阳麦提出挑战，提出挑战，但我觉得是有进的、啊，刚刚那个球，我感觉这个草桶的这个力量吼，就是刚好，他就是。全力一击刚好就会过线一点，就会压到线这样。那他如果打小力了就不会进。对，你看这个球，他这个全力一击，哎、欸，砸在线上。对，这个很关键。我觉得是有砸在线上的、啊，对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对啊，有砸在线上，很清楚。对对，慢动作。对，就草桶的那个力量刚好就是那样。对，所以这个都不用挑战，就不用看回放，我都知道有进。嗯。草桶发完球直接上网，现在是网球手互抽，哎、欸，结果徐王硕一个截击，哇，
奥了。哇，熊阳硕的这个截击很犀利啊，这个。这个吼，真的你要敢截击吼，就有优势。对。哇哇，蓝蓝飞拿下这一局啊！对，今天都没有看到网球手上来截击哦。对，网球拍比较难截击嘛。对。不过那个现在是爆发，现在就看这个欧优麦这边会不会也爆发。其实这个乒乓球吼，一直是这个胜负的一个转折关键。就是吼那个，因为乒乓球的发球吼，就是那个选手的强弱会差很多，发的好的跟发的差的，那个发球的质量会很明显的差距。进了，进了！哇，这球救回来，双手反拍，漂亮一个切球，对，再切一球，渔网互抽时间没进。哇 ，Oh my God， 这边竟然出现了失误。对，这个王宏文这个还是感觉太急躁了一点。Oh my God， 能不能稳住军心？哎，哇，这个发球，第一发没进。第二发还是没进。哇，他发出了双误。对，这个真的是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欧优麦的一个短板，就是他们的乒乓球的发球不够强势。对。上一场季军战那两队的乒乓球发球其实都蛮强势的，还是没进。对，那冠军战这边是刚好是他们乒乓球是他们相对弱的环节，但他们冠军队的渔网都很强。对，就是这个也是进了，可能三小球这个比赛的羽球拍跟网球拍的使用还是更重要一点。15-30。Oh yo my， 发球，网球互抽时间，换成羽球，进了吗？进了，有进，来一个接击，哇，救回来了，再接，再接，漂亮，熊阳硕连续的扣杀。终于看到熊阳硕的 highlight 啊！15-40啊，面临破发危机。对啊，这个 Oh my， 这个换个球。对，如果这边再掉分吼，这个局势就倒向冰旋风那边了。我们主播都要双双压错。发球，哎、欸，带旋的，侧旋的，哎、欸，被这个接回来。好、哦，进入对抽时间、欸。哇，失误！哇，这个关键的失误啊！对，欧妈，欧优妈，这个缓住一口气，哎、欸，看能不能再扳一球，这就形成 deuce。哇！哎、欸，这个带切矮，发球没进。哎呀，关键双误，关键的双发失误，哇，这个球就是这样，蓝蓝冰旋风就3-1了。等一下，他的网球拍发球局就有机会直接拿下比赛。关键，哇，他们开始嘶吼功了，蓝蓝冰旋风开始了他们的嘶吼功，哎，之前被抗议的嘶吼功。对这个，可能真的物理系对这个乒乓球的掌握比较好，那可能是有一些流体力学的考虑嘛，就是，对，还有这个跟球拍摩擦的时候。对，这有很多的物理在里面。嗯，我一讲完，他们就失误了。你看，这不能乱夸赞选手，一称赞选手，选手就失误给你看。对，我们要用对台大物理的称赞来这个影响比赛。对，你看这个梁志源的抽球非常的稳健。对，
现在是互抽时间。哎呀，爆了！对，哇，连续的抽球失误啊！连续的称赞，连续的失误。对，梁志源其实哦，他是很有实力的选手，他之前在火星人试验的最终试验也有杀入最后四强，对，是这个实力派的选手。进。哎呀，这个激烈的对抽。哎、欸，熊阳寿，哎呀，关键失误，关键失误，哇，这个现在15-40，精彩了，这个，那冰旋风面临两个破发点，哇，这个如果这一局被，如果这一局被这个欧优曼拿下的话，这个比赛就有看头了。出界，哇，这要双误葬送吗？现在梁志源的发球局，哎、欸。这个最终试验四强选手的发球，对不对？关键时刻，哎，发进了。对，现在对抽，哎，跟这个李彦廷进入对抽的环节，网球拍的对抽，哇，真的两个网球拍的对抽，大家都把球打得很高，要避免被截击。带了一个切球。对。哎，熊阳硕一直虚晃，这个是排球里面的阳攻，他们可能有一些排球的。战术哇，这边对抽很激烈，这边李彦廷一直把球高调，避免被截击。哇，这个两边真的是很激烈啊！网球互抽时间，对，这个李彦廷的高调球相当的稳健。哇，这个球真的是多拍来回，这应该是今天来回最多拍的来回。哎呀，果然欧优麦的相持的能力。哇，真的，欧优麦真的是相持很厉害，有那种纳达尔的球风啊，这个就超过20拍的来回吼，就一定能拿下这种感觉。好，现在轮到我们欧优麦最稳的李彦廷的发球局，对他的网球拍发球局。如果拿下这局，我们就进入冠军抢七，对，就会很激烈。对，熊阳硕的截击，李彦廷，哇，漂亮的截击啊！哇，这边王宏文漂亮这个切球，哇，这个高调，李彦廷的稳健的高调球，现在都要来回这么多次，对，现在都是稳健高调路线，李彦廷不断的用高调球跟对手耗，哎、欸，哇，这个球这样还能救回来，哎呀，拉杆的截击啊，这球漂亮啊，熊阳硕的连续的高，这高水准的演出啊，这个。徐阳硕刚刚好几个空中拉杆之后，对，拉杆之后在失去平衡的情况下，还是把球截进了。哇，这个运动天赋真的很惊人。嗯。但这个李彦廷这个 OUMI 这边这个稳健的抽球，对，又是这个网球相持，对，不断用高调球跟对手进行这个马拉松赛，对。哇，小王说在那边真的是蛮具杀伤力的、啊，随时都会帮你来一个截击、啊。对，但是李彦廷的抽球是很稳的。对，你看这个小王说截击失误，哇，截击失误，15-15。这个李彦廷的这个网球拍真的是很难被攻破呀、啊，就是太稳了，他这个每一球几乎都是能打进的。对，很像是纳达尔啊。对，真的是有纳达尔的风格。后场抽球啊。对，后场抽球，对。我们好像真的不能称赞选手、啊，一称赞就失误了。对，赶快来称赞这个台大物理，对梁志源这边这个双手反拍，非常的精锐。对，你看他的这个姿势哦，嗯，看一下他的正手哦，哎，打了一个高调，现在是王宏，哎呀，这个羽球拍一碰球就失误啊。现在冰旋风拿到了两个赛末点，冠军点出现，冠军点，两个冠军点，对，我们期待这个，对，能不能恭喜蓝蓝冰旋风，对，恭喜台大物理系获得冠军，终于拿下冠军了，终于拿下冠军，对，就在这一次，一台大物理系的第一个分站赛冠军，进了，哎呀，守住第一个冠军点，李彦廷的抽球，对，打在熊阳硕的身上，对 ，OU 能不能再守一个冠军点？我们要准备恭喜台大物理系，恭喜蓝蓝冰旋风。对，我们准备随时要恭喜蓝蓝冰旋风。漂亮的一个抽球式的发球。
恭喜恭喜蓝蓝冰旋风获得这次火星人试验三小球分站赛冠军。对，让我们恭喜他们。